老爷大方啊、吃什么慷慨，讲什么大方，依我看来，这是他王室门中不幸的吃了过败家之子。哦，败家之子，败家之子啊啊！两儿子的冤有大印多少，两儿子公子二次进院，虽带来36000两银子，在你院中为之一年进行花费，难道是你们在院中吃银子穿银子不成吗？范夫有知晓。赵啊，他有知晓啊，大人，他有知晓，大人是怎么道的呀？这个，哦，他公章上面写的有知晓。哦，公章上面写的有知晓，有知晓。如此，我们审他的知晓，审他的知晓，我们问他的知晓，审他的知晓，问他审哪？审哪？问哪？哎，问哪？啊啊啊啊！哈哈哈报知晓上来。you
我来问你，王公子花了许多银钱，宝儿待他如何？那宝儿待他如何？公子在你院中花费许多银两，为何数江寒天将他赶出远去？此乃宝儿之过，并非范夫所为。好过狠心的王八，狼多的宝儿，哈哈，偏偏就遇见这个倒运的嫖客。哦，倒运的嫖客，倒运的嫖客。公子可曾吃怨？手帕包银前去探望，见面之后不哭哀丧，搂抱在怀，在深暗地下欢要叙叙旧情，我把他二人好友一臂，别说何来，
皇不是下，佛要亲。此话怎讲？苦中儿亲落。哦，是啊，二位大人，大人，此里把他二人也好有一笔。别过来，望湘台上怎牡丹？此话怎讲？只是他还要看花呀！头来点灯亮马，大发公子马进去。大人，大人，那王公子虽带银两转回家园，在罗凤坡前有位强人，此公子的真正的命苦啊！哎，倒也命薄呀！说什么命苦命薄？依我看来，这是他做嫖客的下场。头哦，做嫖客的下场。头下场头啊啊！王公子走来有点怎样啊？讲只落根长线把饭汤啊。二位大人，大人，那王公子乃礼部堂上三舍人，这落得在长街乞讨，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哪辈古人？比利真胆之子，名唤真元洪，也是在长街乞讨，到后来得中头名状元。此公子嘛，可以比得。将军比武可以比得的，比得像那镇元虎乃是前辈的老先生，那王公子他是顺德洋人，如何比得？比不得。比得的，比不得。比得的，比不得。比得。大人，大人，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。哦，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就比得。好好好，如此比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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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来顶子两马，那王公子之落得寻金收业，此公子们真正的可怜呐、啊！哎，倒也可惨呐、啊！说什么可怜可惨？依我看来，这是与他祖上在哪里大罪现世啊！公子真是大奸官。
再问你，那王公子赠你多少银钱？荷叶之间有无天平等秤，有手一不过三百余两。哎呀，天子，那晚夜宿旅店之中，用天平一称，果然三百余两。与唐春王大人，王法三爷容他自己找人打。本院的旧病又发作了，此案呢？二位大人待审了吧。司礼等待审，来打坐相听。苏三，将你庄子亲友一一送来，安愿大人也好开脱于你。是啊，不然你来看，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啊。二位大人用兵，把枪来。发红通治疗一年
的官人，官人不见，气住的他吹了一口，哼一声，他昏昏沉沉，把咱的气困流血了。本官天提示就罢了不成。Oh.
人，大人，此案我们审不得了。怎么审不得了？再若审下去，只恐连这位王大人也要身在其罪了。以大人之见，我们暂且告退，看他是怎样的落啊！留意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司礼等告退。我们是告退，他是请命，好像我们在此碍了他们的事了。是啊。苏三呐，苏Thank you.
Yeah.